当时你们在哪？太小。啊，行，好的。今天晚上有活动吗？没有活动。啊？没活动。特别说你明天上班，晚上没活动。啊？我应该回家。是宵夜吗？吃宵夜啊？我操，吃宵夜能叫活动的？我操，你们能吃宵夜叫活动吗？
我怎么能 passport 上面的那些东西？没哪能数到账啊！你数到账，我哪能数得出来？搿没关系了，都是娘，是都是亲娘，都没关系。Thank you.
是吗？不是，你们啊？哪里还不射啊？这玩意儿你今天晚上吃不上。我操！我跟你说完了，我还不吃了，你当鸽子啊？我再……朵朵他妈来都没来，我操！我再也不信你了，我又多我一次。你到现在看到朋友了？我的屌啊！妈呀，我他妈的住两个小时。你怎么上门？你到底上哪去了？我在吃点。Thank you.
啊，这个不是普通的。还好是我娘吧。是不是鲤鱼的？Thank you.
了。